收睇菜菜子 VS 肉肉子，我是不吃肉的菜菜子 Kitty， 我是无肉缤纷的肉肉子女妹妹。我们今天好像食重口味喎。是啊，我们今天吃印度东西，是不是有很多素材的？是啊，因为印度呢都很多人吃素的，所以他们会有很多豆类的咖喱啊、印度芝士啊、蓝饼啊，全部都很好吃的。那不如我再讲我们几吃啦。好，几吃。其實呢，每次來吃印度菜我都會覺得很迷惘，因為呢永遠都看不懂看他們的印度 menu。 那你今天就不用怕了，因為這間餐廳是全間都是吃印度素菜的。咁好似我哋啱啱叫咗呢個咧，就係一個素菜嘅咖喱角，不如我哋搣開嚟睇。好啊，我唔知啦。哇，熱辣辣嘅喎。誒，哇，入面咩？裏邊好似係薯仔咖喱喎。其實咧，我覺得都幾辣嘅方式。咁佢有一粒粒嘅豆，同埋有好多薯仔肉喺入面咯。我係食到薯仔嘅。因為啲餸喺曬我呢邊，咦？這個咖喱角仲有兩個汁嘅喎，我哋不如試下係咩汁啦？好啊，其實頭先咧都問過老闆嘅啦，呢一個啡色嘅咧，佢係用泰國嘅羅王子啦，再加啲椰棗去整出嚟嘅，我試下先。嗯，咁佢咧係甜甜地、酸酸地嘅，其實對於我嚟講都幾好，因為咧呢一個咖喱角咧，我食係有啲辣嘅，咁呢個可以中和咁啲辣味咯。你試下，我試下綠色呢個先。咁咧，老闆就話呢個綠色嘅咧就係薄荷葉嚟嘅，咁薄荷嘅醬汁咧喺印度菜入邊都好常見到嘅。其實佢披皮係比較厚啊，我覺得個咖喱角係比較有翻個厚度。嗯嗯。點都汁冇咁辣喎，真係。試下呢個先，其實係咪可以吸？係啊。好香啊！呢個咩嚟？呢個叫做鐵板蘑菇啊。啲檸檬汁，好熱啊！佢有層炸漿喺個面嗰度嘅喎，都幾野味嘅先，都有啲黑椒汁嘅喎。嗯，我暫時淨係食嗰個炸漿。蘑菇咧？蘑菇係有咩？我揾你有一粒多啲蘑菇嘅。啊！呢個見到有蘑菇啊！有好香牛油味咯，同埋佢啲油系滴到成袋都系，成日应该要减肥。呢个仲长过我只手，好似烟通咁嘅系咩嚟噶？呢个咧印度人叫 dosa， 咁佢咧系扁豆米煎饼嚟嘅。咁佢哋好似煎 crisps 一样咧，就煎成薄片啦，然后再卷埋起成咁样嘅。它呢是配了四个酱汁的，分别呢就有扁豆汤啦、薄荷椰子酱、椰子酱和番茄酱。好像墨西哥人呢会吃牛油果酱配 tacos 啦，那印度人呢就会吃椰子酱配 dosa 的。这个好像吃椰汁西米露啊。不是啩，它咸的哦，里面还加了椰丝添。跟住睇下我面前呢盘墨绿色嘅古怪食物啦。你呢个系鳄鱼潭嚟噶喎？佢其实咧就系菠菜芝士咖喱嚟嘅，入边有很多好好食嘅印度芝士。你呢啲墨绿色嘅应该就系菠菜蓉啦。印度芝士咧其实就唔会好浓味嘅，有少少似食豆腐咁样咯。唔会好 creamy 嘅，等我都试下先。都几好食喎，佢有一种几特别嘅质感，有少少粗糙咁咯。应该要叫一个蓝饼夹住一齐食。你食埋呢个先讲啦。好，咁我哋去消灭佢啦，拜拜。你喺呢度做咩啊？